有。九点多肯定人能开门了，中间还有。这多少钱啊？那1700。完整的哈。有点小磕了。我有，看见了。看一下，就一个了，卖的剩一个了，现在完整的。对对对。哦。问过你。啊，对对对。那翻，如果线得1200。没线比划一下。对，没线可以比划比划。我操，这喜字罐多啊，是不是？西瓜罐咋卖呢？啊？西瓜罐，喜字的。这哪一个了？这。完整吧。8000。完整吗？还有啥呀？这不是磕了，有线，哼，乖一点。哎呦，哎呀，这酥的太厉害了！这2600。对。质量好了，这陈列好了。嗯，这是酥的太厉害。啊，这张兰这古玩城好久没来了。那张兰这古玩城这还带着这楼，跟那民俗街一样。我能看一下不，大哥？嗯。是铃铛杯是吧？啊？铃铛杯啊。8000啊！嗯，那我确实接不住啊，大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多少钱？这是9000，这实价多少钱？9000是，实价得8000块。8000，这好吗？四百六，但是一个要400。坏的厉害啊！天啊！这种都4000-5000块钱，这两币了啊！嗯，到家到家，有2000多点，不行，不卖。这啥年份的？他就是1万块啊！啥的了？这光了。